妈的手艺好。哎，老师说这个鱼好吃。嗯，我也喜欢吃，也喜欢吃。嗯，我多吃了。好嘞。嗯，把这个排骨、肉圆烧起来，烧个鱼的，再搞个汤。可以了。菜烧了，那个还要不用炒那么多。还要洗那个菜，是哪个菜？自己看。那这个是不是？奶奶给你炒好不好？我妈妈辣椒哟。不用辣椒，不用辣椒。我要放辣椒哟。哎，小眼睛。说错了，大眼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头肉好大。开榴莲啦。刚好一碗，小鱼宝把榴莲壳收了，别丢了，好香哦。肉丸子，烧鱼。这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妈今天清早就起来买菜了。茫茫的一桌嘎嘎。宝贝的菜，哎呦，他自己知道用筷子了。他今天啥子菜？那榴莲吧。哎，他最差的菜就是那个，白切腿不能吃。我说干嘛呀？给大妈点菜。哦，那你点吧。哦，给大妈点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给大妈点。你好久没有回来了，多吃点。要呀！哈，你老婆儿现在终身那个大妈好久没回来，多吃。你自己多吃点哈。嗯。嗯啊。大妈没有白疼你，是吧？嗯。真的。是的。太感动了。这个肉圆吃来，这个是牛肉的哇。你们自己吃吗？吃噻。嗯，好，多吃。我是吃了。嗯，我吃个吃点妈烧的鱼，没好吃。嗯，最喜欢吃了。嗯，好吃。等这边来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夹着吧。圆的，夹着吧。来，来，妈妈。谢谢。我夹着吧。点我一下的就是黄桃的。吃肉。嗯，多吃点吧，给我多吃。好。你把那个鱼儿要。嗯。吃不？吃一点点。我来吃了，不然要放鱼了。尝一口喽，哎，能干！奶奶烧的鱼最好吃哦。他在给他哥哥剪菜。哎呦，哎呦！谢谢云宝，谢谢。他爷爷像小云宝，像长的，明天把他带来去给他耍哈。宝贝，明天带你去看爷爷好不好？你想爷爷不？那不吃了。哦，那留着吧，你自己吃。你说吃鱼干嘛来？放锅里。来，嗯，锅里。好呀，我吃。云宝，你给妈妈剪菜没得？妈妈剪菜没得？没有，我自己剪了。那我自己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好久没吃妈烧的菜了呀。啊！哟哟哟！哦哦哦！哎哎呦呦呦呦！他都是他的菜，你是哪个菜？好吃。嗯，来来来，多吃啊！我在这里没车，要是有车的话，就把爸接上就好了。是哈。算了，明天早点下去看他爷爷。好嘞。嗯。我要看。啊，你要看？我祝你去。行。要去看爷爷啊？嗯。你想不想啊？哪里想？不想。肚子想。不是肚子，是心里想。你摸着个肚子的、啊、肚子小把肚子捞出来的、啊